啊你你扳无清气，你要大眼摸慢慢的尔，明仔头家人就叫你转去啊。每一个人是头地过地啊，不管是大人也是囡仔，拢当在园中快乐体验满地的趣味。虽然动作相当粗俗，不过只要快乐好耍就好啊。就小孩子放暑假，让他们出来体验大自然的生活，还有采茶的那个采茶的，就是乐趣。对对对，采茶的感觉啦。对啊，小孩子现在都在城市啊，对啊，那种山上啊什么的，很少去体验这种生活。在下热的天气中办地耍，主办单位也特别准备用番薯所煮的点心，透心凉的滋味，是让大家吃了拢相当满足。点心吃耍，耍落来还阁有做地 DIY， 要让大家体验早期地农是如何来暖地。就一直揉，一直揉，手也会很酸。喝茶比做茶轻松，泡茶比喝茶轻松。这是第三顶安静社区所特别举办的一场农村体验活动，希望会当借此来推广在地的产业文化，进一步来带动产业的发展。咱做这个活化运动，就是要让地人体会讲，咱哦种地这么辛苦啊，要让咱的农村咱的地会消瘦。哦，真香呢，拢闻到番薯的香啊，系啊，嘿。主办单位嘛特别请来社区五位阿婶来到现场控制番薯，要请大家来吃看卖上天然传统的在地好滋味，同时来选出上好食的一位。现场毛农产品的展示，希望大家看到见证社区丰富的农产特色。记者蔡长报道。